好，来，好，会了啊。不好意思啊，我们大家再饿一下好不好？因为可能会搞到两点，照他这种速度。好，对了，两倍的仙草蜜茶，再加上哦2:1，好，太棒了，滴出来不少。好，然后稍微搅拌一下。好，哎呦，帅耶！好 ，OK 了吗？这是第一杯，有人敢喝吗？有人要喝吗？好，有人要喝吗？好，来，这位姑娘，请上台，请上台。这杯应该是 OK 的，因为只有加茶而已。对，也要一口气吗？像你刚刚那样干掉？好，那就不用吸管了。来，干掉。还是想喝交杯酒？预备，请喝。哎呦，先发表一下，好喝吗？好喝，多好喝，超好喝，全世界最好喝吗？全世界最好喝。好，如果这杯不是萧敬腾调的，你会喝吗？会喝。你是我们的暗装吗？每一题都很正面。好了，不用喝完，没关系，可以。谢谢谢谢谢谢，好，谢谢。好，这是简单的。接下来第二杯，你现在干嘛？你现在干嘛？在倒。哎，他现在在倒材料哈。好，这里面呢有，这里面有葡萄。对对对对，捣碎，把它捣碎，好，捣碎。这里面有葡萄，有仙草叶，好，天然的仙草，还有什么？柠檬，柠檬。好，这边我们就不教你了，你自己发挥了。好可，然后啊，好，仙草蜜，仙草蜜没了，快点快点，在哪？我们这里什么没有？你看看我们的柜台，对不对？啊、哦，你看我们柜台，两点以后就不会是这样了。哎，人家小罐呢？对，参考一下哈、哦，这对他来讲是一个全新的体验，啊、哦。量杯，对对对，仙草蜜120ml，对，对，量杯，好，好，一杯，两杯，倒太满了。好，接下来蜂蜜凤梨汁10ml，一点点就可以了。其实凭你自己感觉，你真的不要管这些，这个小操，你就凭你自己感觉啦，对呀、啊，好，你看我干嘛？好，请倒，会不会太甜呢？哎，我们仙草蜜本身只有微甜哦，100卡而已，很健康，很天然的。哎，凤梨汁，闻一下，嗯，二话不说吹了，好。可以吗？还有还需不需要别的？我们后面什么都有，要不要倒两杯鸡汤？哎、欸，你要谢客了、哦，你会吗？加冰块。哦，考验我们有没有忘记哦？好，那么这样搞的哈。好，现在把冰块放进去之后，对，冰块你自己决定哈。看完萧敬腾示范，忽然觉得其实我们就开来喝就好了，也不用这么累。